带你们看看在网红公司受到区别对待是什么感受。十三，什么事儿？是，哎，这已经考上离职了。栗子，CC 这边编导后期都离职了，公司决定让你和 CC 共享平面人员。一二三四，CC 有，周五你来用啊。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CC 账号多，潜力大，还在着手开辟母婴赛道，这安排是为公司长线发展考虑。那这样行吗？一周时间两人平分，栗子这边一周也要更新三条，我们一天怎么能够……怎么了？一天三条剪不完吗？就这么定了。那再见，周姐，另一时间，那我们会多照顾哦。没事，栗子，我心里只认定你啊。周姐，我今天拍摄这个有好多道具，帮我准备一下啊。哎，不是，你有手有脚，不会自己准备啊？瞧这什么？编导不就是干这些的吗？不是，你说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周姐。行，我给你测，我给你测。哎，不是周姐，你这不能测，这是往脸上涂的产品。哎哎哎，你干嘛呀？差不多行了。干什么呀？什么？你脑子就是脑子疼吗？脸上起。不是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惹事，别惹事。我快来，你试。我把这个也送给你。你这什么？这是菲古斯的身体乳，我每天都在用的。它是澳洲原装进口，里面还有维 C 含量很高的卡卡杜里，时长不一百倍呢。还有2%的烟酰胺，不仅保湿还能养肤呢。我给你看它质地，你看，好，像奶油一样。是啊，而且特别好吸收。嗯，好闻，椰奶香。这个秋冬用，保湿效果特别好。给你，你用完了我再给你囤。谢谢。栗子，你后期和 CC 吵起来了，快去看看。我稍等。哎，怎么了？动不动拿浩哥压人了，明显栗子就更急啊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，我剪吧。不是，你去帮自己剪吧，没事。怎么这样不就行了？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没事。全公司的话，我开始只用左脸的素材，你用这个什么意思？全靠针对的就行不够。哎，你差不多得了，我把后期让你是不想以身相试，没叫你这么欺负我的人。什么叫你浩哥？那个我刚想让丽姐后期帮我推成视频来着，但丽姐说不让，还说这边都是他人，谁也插不了手。不是，我跟你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丽子，你现在很狂啊啊，还谁都插不了手了，就一个100万的小网红在这耍什么大牌？我没说过这样的话，浩哥，是 CC 他欺人太甚。我让 CC 跟你共享团队是最公平公正的决定，你不愿意是吧？行，从现在起，你团队解散，全部人跟着 CC， 满意了吗？不是，栗子不仅是我们的同事，更是我们的家人。你要解散我们，我们不同意。对，我们团队永远不分家。